欢迎光临，今天带大家来到位于马路里的 Una Resident。 除了客厅非常辽阔之外，看看他们厨房也非常的大哦，齐全的用餐餐具还有附上洗衣机，真的太贴心了吧。中房的房间也很整齐，而且一点也不小哦，主人房真的好辽阔好舒服，而且很透光哦。主人房有厕所，非常的方便。去看看露台风景，哇哦，300 Velocity 就近在眼前，可以随时的去逛街咯。在46楼的公园，你还可以在这里用餐，非常的优雅。这里的空气非常的好，花草树木真的让人可以放松心情，这里绝对是打卡天堂。看看，哇哦，真的是一望无际的美丽哦。我总以为高级公寓的健身房都是小小的，真的没想到这里的健身房真的非常的大，而且器材非常的齐全，足够让你在这里健身一整天哦。这里还提供小孩游乐场，当然还有泳池提供给小孩在边吸水。大人的泳池也非常的宽阔，而且水也非常的清澈。这泳池真的是我最喜欢的设施之一哦。你以为只有这样吗？他们还提供了水疗池给我们在这里做水疗哦。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享受这里的设施的话，那你绝对不能错过联系 Una Resident 来查询更多哦。拜。